白老师英语教学与学习网站，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进入分级检定考试。首先往下移，到鹦鹉分级考试鉴定平台 ，click 进去之后，继续往下移。到第二英文分级考试鉴定02 click 进去之后，点击连结。好，我们今天要来教混淆字，中等的。首先到往下 intermediate 中等，然后我们进入 confusing word， 进入174哈，好，点击进去之后，我们进入我们的教学内容174。OK， 第一题 ，The window ledge broke earlier in the day. By nightfall, the wind blew harder than ever, and there was a noticeable in the apartment. The window ledge.Ledge 就是门栓，门栓好，门栓 broke 早比较早的时候在白天 ，in the day 就是白天 ，in the night 就在晚上，比较长的都用的在白天门栓破了。by 加时间，欢迎说在什么之前，在夜 nightfall 这夜晚来临之前 ，the window blew harder than ever， 这个窗子，吹得更厉害 than ever than it did， 后面省略掉 than it did， it 就是代表 the wind 哈。那我们在这边就不讲详细讲文法。这窗子呢，吹得比以前更厉害。And there was a noticeable， 有一个令人注意哈 ，able 是能够令人注意的什么 ？In the apartment。好，现在这个是考这个混淆字哈。第一个 drought 是干旱，第二个 draft 是这个是征兆哈，征兆的意思哈，征兆哈。如果是动词的话，那名词的话是通风哈。那 drought 是干旱。主要是 draft 的过去式哈，就是征兆哈。draft 是这个字比较少在用，是那个呆滞的意思哈。所以我们那个主要的是干旱。draft 是征兆哈。那这个是 draft 的过去式哈。Draft 就是大名，就是呆滞的意思哈。所以有一个什么，这个 department， 所以有一个令人注意的通风哈。这边 draft 也可以当作是通风。空气孔的通风哈，所以我们的答案是选 B 哈。好，第二题 ，There is a great deli 哈，熟食店 ，deli 就是那个我们主吃的那种熟食店哈。Around the corner，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他们 order corned beef 叫玉米。牛肉就是玉米跟牛肉，这个是美国的食品，玉米跟牛肉哈合在一起叫 corn beef， on bread for lunch every day 哈，就是有一个熟食，有一家很不错的熟食店，在角落的地方 ，deli 是熟食店哈。
有一些熟食店在这个角落的地方，然后他们 order 空币，这个牛肉牛加玉米的牛肉哈、哦，在什么面包上面午餐哈、哦？那个答案是 D 哦 ，rye 是那个黑麦哈、哦，我们那个黑面包，黑麦面包哈、哦，所以就写 rye 哈、哦。那 y 是 y 区的，那 read 是芦苇，芦苇 root 是根哈、哦。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不再每个都打，因为这样打的话会耗时间哈、哦。rye 是黑麦。然后 Y 是弯曲的，弯曲的，弯斜的，就是斜的意思。好，那第三个 read 是芦苇。芦苇，芦苇是根哈，那我们不用每个都写，所以他点了一个什么，在黑麦面包，所以答案就选 D 哈。第三题 ，Jerry decided to take some night class， 修什么课 ？Take 是修什么课 ？He really enjoyed first year 哈，他加一杠就变形容词了哈，所以加一杠哈就变形容词了。好，那修什么？第一年的英文课程，哈、哦、，he attend every 他所参加的英文课程，每个礼拜四，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傍晚，哈、哦、，at the college， 所以呢，英文课程，所以答案是选 D 哈、哦、，course。那 A 的话是粗糙的 course， 要念 course， 好、哦，粗糙的。那 cold 是和那个粗的线，我们那个海底电线那个电视那个有线电视那个粗线哈、哦、粗线。那 curse 是那个诅咒，curse 呢就是那个诅咒。好 ，course 课程哈、哦。这个 course 是这样哈、哦，是课的话叫课程，如果是菜的话叫菜程，如果是路的话叫路程，什么程都可以，过程也可以。所以过程如果是一道菜、两道菜叫菜程，那什么课、什么课叫课程。好，那如果是路的话叫路程哈、哦。那课是诅咒，好、哦、诅咒。好，为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再打了哈、哦。来，那这个 the sounds are enjoyable in the summer time. However, sun bathers should wear sunscree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unburn and the skin damage.太阳光是 reasonable in summer time. However, sunbather 就是那个沐浴者
should wear sunscreen， 需要戴那个太阳眼镜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unburn， 就是那个太阳光烫伤哈，然后皮肤的损害，所以 raise 是移平。瑞士哈，瑞士募集或是那个瑞士的意思最多的募集啊、养啊、哈、提高啊、哈，它有好几个意思。瑞士射线 ，rabbit 就是那个乱叫乌鸦叫，特别是指乌鸦，就是乱讲话、乱叫这样子哈，所以应该是射线，所以当然是选 C 哈。好，我再讲一遍，瑞士是移平，瑞士提高哈。提高，然后募集基金那个募集，还要养小孩的养，好、哦，还要提出问题哈、哦，提高提出哈、哦。好 ，Ray 是射线 ，Ray 不是那个狂叫。所以太阳光的射线 ，Ray 是射线，所以当然是 C 哈。好 ，The little lab horse around。And play in the backyard with his dog Skippy。这个小男孩呢，喜欢马在附近跑来跑去，然后再玩，在这个后院跟他的狗。所以呢，喜欢他的马在附近跑来跑去，然后小男孩喜欢玩后院跟他的狗玩哈。好 ，Skippy， 这个 Skippy 就是跳来跳去 ，which is Skippy 的。哦、他的狗就叫 Skippy， 好、哦，那狗就叫 Skippy， 所以应该是小男孩，这题应该就是男孩而已哈、哦。那背的是海湾哈、哦，第三个 boy 的话是那个救生圈。好，看下一题啦。People should always make sure 哈，要确定什么 ？They dispose 是处置、丢弃，所以 dispose 是很重要的单词，不是处置就是丢弃哈。好，所以丢弃他们的什么产品，在这个环保友善，用一种方法方式哈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叫做环境友善的哈，环境友善，第一个是副词，第二个是形容词，环境友善的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片语哈。那硬件方法方式，用一个环境友善的方式，所以。处置他们什么废料哈，所以当然是选 B 哈，废料。那 waste 的是腰部 ，waste 腰部哈。
那 haste 是匆忙哈，为了等待哈。看第七题 ，Tracy decided to join the peace in the fall， 在秋天哈，决定要参加和平团 ，corp 就是团的意思 ，troop 团哈。好，其他的是那个 core 是核心哈 ，core 的是核那刚才讲是出神哈，出现。所以这个应该是团 和平团，所以答案是选 C。好，第九题 ，There is a terrible bug， 有一个 going around， 有一个虫。好，这是 everyone at work， 就是在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 is sick， and the clinic are full of patients。这个 clinic 是诊所，诊所呢充满了病人，所以 clinic 是诊所。所以所以这个跟现在有病人应该是跟感冒有关系，所以俘虏是感冒，感冒 bug， 那个不是那个 bug 是不是真的是虫？我想这个虫是一个比喻啊，它是一个比喻，不是说真的有一个虫，就好像我们说它好像有个感冒虫，所以大家都得感冒，其实那不是真的虫齁，所以俘虏就是感冒。那 flu 是流动的过去式哈 ，flow 嘛，流动。好，来，好，那个 flu 呢，就是那个侥幸击中，就是那个鲸鱼的尾巴哈，倒钩哈，这样 poke 倒钩起来，那刚好是打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换一种侥幸击中。这个字就是英文，那个鲸鱼的尾巴哈、哦，倒钩起来。那倒钩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打到什么东西啊？什么敲？鲸鱼倒钩哈、哦。可是呢，这个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侥幸击中。好 ，flame 是火焰。好，所以有一个可怕的感冒虫，不是真的感冒，就是大家都会好像有个虫那边，大家都会得感冒哈。好，第九题 ，Go are considered 被认为是 fully until they are about 3 years， 哦，直到他们三岁为止，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怎么样，还不会完全的长大哈，所以答案是 B 长大。A 的话呢，就是梳整打扮，梳整打扮。然后，groan 是呻吟，哀悼啊，那呻吟，痛苦的呻吟哈。那 growl 是叫的意思 ，growl 也是叫的意思，嚎叫。好，现在看第十题哈 ，at the office 在办公室的地方，电话必定响了四次，在 before the answering machine pick up the phone， 在答录机回 pick up 是接电话之前响了四次，所以 ring ring 那是响，好，所以答案是 C。那 A 的话，B 的话 ring 的话是拧，摔跤那个拧啊，摔跤不是拧住你的手脚那个拧哈。好 ，ring 是 ring and run， 这是过去式哈 ，ring and run。所以毕竟想个十次，好，我把刚才的十题很快的再讲一次哈。这个
门的那个 latch 好 ，latch 就是那个门栓了 ，broke 比较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断了。败家时间在什么之前？在夜晚来临之前哈。By nightfall, the wind blew. Blew 是吹的过去式 ，harder than it did before， 比它吹的以前更严重。And there was a noticeable 有一个很令人注意的通风哈 ，drip 是通风哈。第二题 ，There is a great deli 哈，就是熟食店 around the corner。Tom ordered corn beef， 他点那个玉米牛肉哈，在这个项目上面哈。这个 corn beef 是在燕麦面包上面，就是说燕麦上面面包上面有那个牛肉哈，所以 right。其他的答案是 read 是芦苇哈 ，Y 是写的哈。第三题 ，Jeffrey decided to take some classes， 决定要修一些课。那 he really enjoyed people's year English course 课程。那 course 是粗糙 ，cord 是出现 ，curse 是诅咒。好，第四题。The sounds are enjoyable and sometimes summertime. 在太阳光是 ray 是射线哈 ，ray 是目击哈 ，ray 是雨频 ，ray 是狂叫。Q5 哈，来 ，the little boy 小男孩 love horse around 喜欢有马在附近 ，and the play in the backyard 在后院跟他的狗 Skippy 玩哈。好 ，B O Y boy 那个叫救生圈哈。第六题哈 ，people should always make sure 确定说这个 they。热的省略掉，他 deport 上丢弃他们的汇料，汇料的产品 waste 是汇料哈 ，has 是匆忙 ，has 是快速加快 ，waste 腰部。好，下面呢。Tracy 呢决定要加入这和平团 ，Corps 是出团的意思哈。好 ，Corps 是核心。那第八题，这是一个可怕的什么感冒虫？不是真的虫，就是好像感冒虫一样，会到处会破坏哈。所以感冒虫。那狗呢被认为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完全的长大 ，grown 是长大哈。好，其他的单字 ，groom 是梳整 ，grown 是森林哈 ，growl 是嚎叫。好，那因为这个分级检定哈，这个题目哈，这些单字应该是对于大概想要拿比较高分数的人来讲，这些单字可以出现在克漏字里面哈，或是单字里面哈。那at the office 这个分级考试鉴定哈，这个学生长期做的话，也对于实力的提升也有帮助哈。这个检定考试有讲文法的部分，也有考单字的部分，也有混淆字的部分，哈，很综合的哈。第十题哈 ，at the office 这个办公室电话铃必定响四次。好，我们现在往下一个来，还是 confusing， 还是混淆字哈。I witness 是见证人 ，caught a glimpse 瞥视 of the armed robber 就是被有武装哈，被武装的抢匪 ，arm 是被或是以被武装的抢匪。那结果呢 ？As a result, he couldn't identify 是认出这个小偷 in the police lineup。在警察局的那个犯人排一行 lineup 就是排成一条线哈，所以他没有办法辨认小偷在那个警察局的那犯人排一条线的时候哈。好，是 identify 是认出的意思哈。所以他是catch 是撞见一个撇视而已哈，撇视是怎么样的撇视哈 ？Feign 是假装、佯装哈。然后 Feign 是粉丝 ，Feign 是昏倒。昏昏的哈。那这样昏昏的，那
费呢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法音了哈，那是一家公司哈，所以我们第一的话可以不用去管它，那个字比较少在用哈，所以见证人哈，外人是见证人，这些单字哈，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单字里面衍生出一些单字，所以我们的单字真的是环环相扣哈，所以在准备学测的时候，或是准备中高级考试的时候，有时候那些相关的单字哈会引出相关的单字，所以单字引出单字嘛哈，所以我们就相关的单字，在这边主要是混淆字哈，所以见证人撞见一个那个武装的墙，可是这个撞见是在昏昏的情况下，所以 faint 你不能翻译做昏倒，就是昏昏的意思哈，你这边可能要翻译做昏昏的，就是不是很清楚这样。好，我们现在看第二题 In a court of law， 在法律的法庭上面，这个 court 是广场或是法庭，在这边是法庭。 Every person who is accused of crime， 被控告形容词指句，被控告犯罪的每一个人 is entitled， 被负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或头衔 to a trial， 所以 be entitled 就是应该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去这样子，被负有这个什么审判， trial 是审判，所以呢，被控告的人应该要怎么样的头衔？应该要怎么样？公平的审判 ，fair， 公平的。好，公平的审判哈，所以被控告罪的人应该要这样的，应该要这样的要。给他这样的一个头衔，给他这样的一个义务哈，去公平的审判哈。好 ，fair 呢？刚才讲是阳，这个法音哈，这个 fair 是公平的，法音是一家公司，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哈。fair 是费用，那 fame 是那个 famous 变过来叫名望，有边读边嘛。所以公平的审判齁，单字B齁。第三题 ,Larry warned his friend about the pyramid scheme, 齁。Larry 呢警告他的朋友有关于这个计划，金字塔计划齁。这是一个计划叫金字塔。那这些计划呢通常是建筑在什么样一个系统，层级系统。这个是不公平的，对于这些在底部齁。那我们这边是什么系统齁，我们看层级系统，我们答案是写 B 的层级 ，T 也是层的意思哈。那为什么是层呢？因为它后面有个底层，那个八层是底层的意思。所以八层是底部，所以应该是层级系统，所以当然是写 V 啊 ，V 也是层级的意思，层的意思哈。好 ，T 也是眼泪或是湿的意思哈。那这边是动词加 S， 可能是湿，撕裂的湿哈。好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下一题。Every Sunday， 每一个礼拜天 ，we can hear the church from where we live。好，这个呢 ，Belle 哈，这个是美女，那原来英文的美女是这样想啊，美女叫 Belle。
好，英文怎么样？这次可以好好的学一下贝尔哈，美女哈，贝尔呢是宝石。然后 B 呢是光啊，光柱。那 Bell 是那个铃声哈，所以教堂的铃声，所以答案是选 D。这题还算简单哈。好，下一题 ，Judge 那个法官呢 ，said the accused 是被控告者的哈 ，the accused 是 person 懒得写哈。哦 ，accuse 就是被控告者，那个 person 他可不用写，这个控告者的什么 ？It was a large amount， 这是大量的，因为这个犯罪是那么猛烈 ，violent 是猛烈或是暴力哈、哦。好。这个 large amount 就是金额很大，所以一直在这边是指钱的意思哈，钱，因为是想说一直是很大量，那我就想就是钱，所以是宝饰哈 ，bail 是宝饰嘛，所以答案选 C。好，其他答案那个 bail 是一捆的捆哈。好，所以呢是保释，所以答案是 C 哈。第六题 ，In the morning， 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哈 ，Sally loved to eat organic， 喜欢吃有机的什么东西食物嘛哈。Cereal 是喜瑞尔，是那个麦片，所以答案是选 A 哈。Cereal 是喜瑞麦片的哈。Serum 是血浆。好 ，Celia 是系列 ，Celia 是盖章的人 ，Celia 是封或是盖章，所以封印的人或是盖章的人，封起来的人，所以盖印章的人 ，Celia 就是盖章啦，加伊亚是盖章者，或是封的人，封什么东西的人。所以 seal 本身就是盖章，那个、印章，它也是封的意思。所以你加一啊，可以是盖章者或是封的人。所以呢是吃有机麦片 ，organic 是有机的哈。好，第七题 ，the bank across the street 哈，在街道的对面的银行提供我们 offer a very good interest rate， 这是利率，利息率，这利率哈，在一个个人的贷款，好 ，loan 是贷款，这答案是 B 哈。那 A 的话是孤独哈 ，loaf 是一大块，面包一大块。好 ，line 银行
好，所以个人的什么贷款哈。好，第八题 ，Norma made a beautiful and a delicious chocolate， 漂亮美丽好吃的巧克力蛋糕，为他祖母的生日哈。Lamb 是羔羊 ，layer 是一层，啊 ，layer 这两个字我不是很清楚哎。好，所以巧克力层哈 ，lamb 是羔羊哈。layer 是层，跟那个刚才那个 tier 差不多层啊、哦，所以几层几层的蛋糕，所以答案是 B 哈、哦。好 ，C 跟 D 应该可以不用记了。好，来第九 ，Jennifer Camera went out， 就出去 ，candle light 就是那个蜡烛灯，它是 candle 加 light 啦，复合字啦，就是那个烛光嘛。Lightly 被蜡烛点燃的晚餐哈 ，Then they went to take in the romantic setting of the oceanfront property 哈。他们呢，拍进去什么 romantic 的背景 ，setting 是背景。好，那现在既然是海洋的前头哈，那应该跟海洋有关的应该是码头 ，pier 是那个消防海波堤啊，叫波堤 ，pier 是柱子，也是波堤的意思哈，这字还蛮重要的哈。好 ，P 也是剥皮，剥啦。那 pair 是梨嘛，梨子哈、哦、，P 也是同辈。好，所以呢，他们去拍，去那个黄波堤那边拍那个背景哈。第十题，所以用 pier 好那个波堤哈。好，第十题 ，The house is very large， 这房子很大，但是这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of it is bold 是苍穹。圆顶啊，好，所以呢是圆顶的苍穹的什么东西天花板，所以答案是 B 号。好 ，C 也是烫的意思 ，Ceiling 是炙热的意思。C 二零是天花板，所以我们这边是天花板。Seeming 是似乎的哈。
好，我们把这实体讲一次好了，再很快讲一次。这个见证人，撞见一个这个武装的抢匪，这样昏昏的看到而已哈。其他答案，这个佯装或是都没有什么事，非的是法音的哈，那没有什么，也没是一家公司哈。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什么？是撞昏昏的看到哈。第二题。在这个法庭上，扣是法庭，这每一个人哈、哦、被控告罪的人，他有这样的义务要干嘛？要去面对审判哦，公平的审判 ，fair 公平的哈、哦、，fair 是费用 ，fair 是 famous 变过来，然后 fair 是假装哈、哦。Larry warned his friend about the pyramid scheme， 就警告朋友关于这个金字塔，就是那个好像是直销那一种金字塔的计划。那这些计划呢，通常是建筑在一个什么以城为基础的系统，这个系统不公平，对于这些是底部的人，八成是底部哈，所以是 peer 层的意思，跟那个 layer 一样哈。好，下面呢，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教堂怎样 ，bell 是铃声嘛哈 ，bell 是宝石 ，bell 是美女哈，并是光柱。好，第五题呢，这个法官看到这个被控告者的什么东西，把那个法官 set 是把它放置于那个保释，贝尔是保释哈、哦、这是一个大金额哈、哦、因为他罪很暴力哈、哦、所以一直是代表这个金额哈、哦、第六题 ,in the morning, Sari 呢喜欢吃有机的 cereal 是那个麦片。好、哦，其他的单词 ，siren 是那个血浆，哈 ，sealer 是盖章的人或是密封的人，哈、哦。第七题 ，the bank across the street， 对面的街对面的这家银行提供我们一个真好的利率，对，在个人贷款上面 ，loan 是贷款，哈、哦。rope 是一大块，哈、哦。第八呢 ，Roma 呢做了一个 make a beautiful delicious chocolate layer 层蛋糕，哈、哦，一层两层的蛋糕。好，第九题 ，Jennifer 呢 went out 出去一个 candlelit 是烛光，变大炉点燃的晚餐。They went to the take in romantic setting， 就是拍进去这个美丽的背景，所以应该去那个波提的地方哈。Pier。第十题的 house is very large， 这个房子很大，但是这个令人印象深刻是这个苍穹的天花板 ，ceiling 是天花板。好 ，ceiling 是炙热的 ，ceiling 是炙热的哈。好，十一名是四副的。我们现在继续看十二。In order to make the training manual stand out, manual 是那个手册。为了要使手册stand out 是很杰出，这个公司使用特别的 cardstock， 就是 cardboard 的意思，纸板。使用纸板呢，而不是纸，哦，是为了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封面 ，cover 是封面哈、哦。那个 pen 呢是那个平板，那 pen 是痛 ，plain 是白白朴素的。好、哦，那 plan 是那个飞机或平面。所以应该是他们使用一些特别的专业 ，specialty 是专业的。哦，专业的卡片纸，而不是一般的白纸哈、哦，所以选 C 哈、哦。好，第二题 ，Casey 呢要求他的妈妈去怎样给 mountain bike， 这题应该很简单吧，就买哈、哦。好，第三题 ，the affluent 是丰富的。
丰富的意思哈，丰足的，没有缺乏的。这个富足的家族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酒什么，在他们的官邸 ，mansion 是官邸。啊 ，preview 在什么之前，在这个股票市场那个 crash 是那个毁掉之前，在股票市场毁掉之前，他们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个酒的地下室 ，cellar 是地下室，所以选 A 哈。好 ，C 的刚才讲密封者或是那个盖印章的人哈 ，Seller 是卖方。好，第四题 ，Rory 呢 ，love trip to the ocean， 他喜欢到海洋的旅途 ，because he get to， 所以他去游泳，在海边 ，as well as， 然后去看什么东西一样哈，看这个 come in every morning 哈，看什么来，看海那个浪潮，潮汐哈。好 ，T 的是层嘛，一层一层的哈。那堆积层的层，那应该是堆积的意思哈。好，那它还是潮汐。那透是蟾蜍。所以应该是看潮汐，所以答案是 B 号。好，第五题哈 ，Lancy 呢 ，draw up 了 ，draw up 就是那个草拟 ，draw up 的意思，草拟哈，过去式。好，草拟这个蓝图哈，它决定那个房子应该要大概15平方英尺 ，feet 是尺英尺的意思，所以平方英尺选 C 哈。费的是胖脂肪哦。第六题的 large or cattle 那个群啊，羊 cattle 是牛群哦。所以一大兽群 ，her 是群的意思哈、哦。那喝的是牧羊人，群的人就是牧羊人。那 heed 是注意，就等于 notice 的意思。所以有一大群，那群的单是选的 A 哈。好，第七题 ，the couple couldn't afford， 付不起，这个 afford 是付得起，付不起这个 elaborate 中间有个 labor 就是花心思的、精心的哈，很重要的单词哦 ，elaborate
花心思的精心的。好、啊，这些付不起一个精心的那个蜜月哈、哦、，so honeymoon, so on their 10th wedding anniversary 叫周年庆。所以在他们第十届周年庆的时候，他们继续一个什么 in the 巴哈马付不起，所以进行一个 cruise 是航行，所以当然是选 B 哈、哦。那 crew 是水手，全体水手。那 crumb 呢是那个咬碎。那这个 crew 通常是不可以加 s 的哈，它全体水上的。海上的人员，对不对？全体人员，所以它已经是复数了，所以 A 应该是不能写的哈，不能加 S 哈。所以航行哈，第八题，每一年 Before Christmas they are huge on all kinds of Christmas wrapping paper， 就是各种的那个包装纸啊 ，ornament 是装饰品，还有这个 decoration 是装饰品。Decoration 装饰品，所以应该有巨大的销售额 ，V 是销售额哈 ，C 是行情 ，Store 是摊子。报摊是什么摊？水果摊。好 ，Seal 呢？刚才讲的是那个印章，或是封的意思，动词是封哈。好，第九题 ，For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对于这个 Christian 啊，对不起 ，Christian， 对基督徒来说哈，全世界啊，礼拜天是一个什么天？神圣的一天吗？哦，在过去很多人们并没有工作在礼拜天，现今可是很多的人们在礼拜天工作。嗯 ，Holy 是神圣的一天呐、啊，因为其他单都不合适 ，Holy 是整个的。礼拜天是整个一天，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哈。那 holy 这个字应该是一个 L 弯，这个字应该是蛮少在用的哈。后是动，所以我们应该是神圣的一天哈。第十题哈 ，surrounding 的 S 就是不动产。好，在这个周围的 surrounding 就是环绕这个周围是巨大的哈 ，metal 金属的围篱笆有一个大，好，这是倒过来讲倒倒装句哈，就是 a huge fence is surrounding the estate， 是倒过来写 ，ing 哈，所以我们的主词在这边，好，叫倒装句倒过来写，一个巨大的篱笆 is surrounding 正环绕这个不动产。那有大量的什么在那前官邸前面有一个有大大的什么东西大门 ，gate 是大门嘛，官邸前面就是叫大门嘛哈，这当然是选 A 哈。好 ，B 呢 ，gate 是姿态。
好 ，gain 是获得，所以有一个什么巨大的这个大门哈。我们把这实体很快讲一次哈。目的要做这个训练手册啊，这个公司使用特别的那个纸板，而不是平素铺白的白纸而已。所以答案是选 C 号 ，Q2 哈。Casey 呢要求 ask him to a mountain bike， 应该买嘛 ，buy 就好。This Q3 affluent 是丰富的家族，有一个令人印象这个酒地下室 cellar， 好，这地下室。好 ，C 呢是蜜蜂者、盖印者哈。好 ，Lori 呢 love trip to the ocean， 他喜欢到海洋，因为 he get to swim。他去游泳在海边 ，as well 看这个什么来看潮汐 ，tide 是潮汐哈。好 ，T 也是形成一层一层的。Q5 呢 ，Lindsay 呢朝你捉啊片语哈，朝你这个蓝图，他决定房子应该大概平方尺哈 ，feet 是英尺 ，feet 是公斤哈。好，第六题是个大群的牛 ，herd 是大群，所以只能选 A 哈。herd 是牧羊人 ，feed 是注意的 ，notice 的意思哈。第七题 ，the couple couldn't afford elaborate 是精心设计的很那个 honeymoon 蜜月，所以他们第十届的周年庆的时候 ，anniversary 是周年庆，他继续一个什么航行，巴哈马坐船 ，crumb 是咬碎 ，crew 是水手。的全体人员哈 ，crew 不能加 s 哈，它本身就是复数了哈。Q8 哈 ，every year 每一年在圣诞节是有巨大的销售量 ，sale 是销售额，这个圣诞包装是 wrapping 是包装哈 ，ornament 是饰品，还有装饰品。Number question 9哈 ，what Christian 对基督徒的影响？全世界 around the Christians 是基督徒啊 ，around the world 全世界礼拜天是个 holy 是神圣的哈 ，hall 是整个的 ，hall 是洞。一个洞，两个洞的洞，这个巨大的金属做的篱笆是环绕了这个不动产，有一个大的大门 ，gate 是大门哈 ，gate 是资产，是大门，答案是 A 号。好，我们学生是这样子哈，这个分级考试的话哈，你有计划的去做好，然后去背单字哈，那这里面就包含文法、好句型、片语、单字都有。好，那各位同学，我的驾校的学生，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好，可以来问我哈。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络哈，我会帮你设计课程哈，高中学测、指考或是检定考试。好，我们感谢各位同学。